接到了一个很匆匆忙忙的任务，我们伟大的总裁卖了几棵树木给他的朋友，然后我们就赶快帮他把这个暗场这个布置的漂漂亮亮的，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就是买的哪一些树，然后又要种在哪一些地方这样子，我们一起出外景。是大清早的，我来客人这里种个树，因为可能客人的心里有更好的选择，然后。选择了我们，对，然后我们待会来看一下移植之后的成果。哎，对，得爱挂掉。没有挂，没有挂，全挂几挂头是吧？尤其是你的回台下边啊，遐个土感觉贵了吧？来啊！方大哥，你前面都好较快哦，因为这点少啊。我有，我有。顺时针一点点。啊，今麦啊，兼今麦因为外口出来去啊。菜有鱼有肉，来拍一集工地便当开箱啊！没有开玩笑，出外人凊彩就好啦。我们今天的临时任务哦，就这样结束，告一段落。把这些原本的树木。过之后，有没有觉得有特别的不一样？特别的大师，现在是帅头，拖个头发，帅到分手。我要先赶去下一个房间，然后期待下次再见。帽子反戴绝对不是因为手帅。因为他说我的脸会变得黑白，所以我才反戴。今天早上录影片，不知道为什么心情有点沉重，婆婆不太起来。你在录影前的位置是对的，然后一按下去你就给我往前一步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很小，然后我想要偷看一下自己有多大。